Hello， 大家好，给大家今天给大家做一锅粉色的爆米花。哇塞，好漂亮哎！然后我们再放点好看的小粉珠子进去，有没有像我一样很喜欢粉色的？哇塞，超美哎！来放点咱们的爆米花。有道理。来，今天给大家做一锅粉色的爆米花，哇塞，太好看了！大家猜猜能不能成功？来，我们先让爆米花转起来。哇塞，超美的！哇塞，太好看了，太美了！哇塞，这玩意儿解放双手啊！哎，哇塞，怎么变成这个颜色呢？我说好的粉色呢？说好的粉色去哪里了？哇塞，我们这时候可以玩一下手机，解放一下双手。哇塞，爆了爆了！哇塞，赶紧盖上盖子。哇塞，太好玩了！咱这时候咱就静静的等它爆就行啊，看我电视吧。哇塞，电视也太好看了。哇塞，关火关火。哇塞，这爆的太绝了，太成功了，而且是木框粉色的，哇塞，超美的！来，3、2、1，开盖！哇塞，太香了，老成功了啊！哇塞，哎，为什么我就这边看起来特别好看，你知道不？但是这屏幕上的颜色呢，没有我在看的这么好看呢。哇塞，老成功了！